有听王姐的声啊，嘿，啊，甲差不多一点外遐，迄个有做那啥救护车啊，嘿，救护车，啊，救护车啦，啊，救护车啊，甲迄个，一来吼，啊，甲警察来，嘿。本分局海丰派出所员警在昨天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在23:40在天尾乡柳凤路延伸路口，发现有一部重机车，车上有两名嫌疑人，行迹可疑，未打方向灯就逃逸。警方见行迹可疑，依据《警察职权行使法》第6条，于公共场所合理怀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犯罪之余，予以拦查。拦查过程，我们全程开启警示灯跟警报器，同时利用喊话器示意停车受检，但是该部机车没有停车。那原警尾随到民生路跟吉安路口，因为那部车到路口已经无法通行而回转，原警立即下车予以拦停，但该部机车并没有减速，反而冲撞了原警。原警情急之下，朝车辆开了一枪。那嫌疑人中弹以后负伤，跑到埔心乡的土地公庙，之后再拨打110电话来做求救。那经初步我们调查，伤者阳性犯险后是因为毒品判刑6年，因为害怕遭警方的具体查起，因而逃避警方的具体。全案我们已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中，有关家属的后续事宜，我们会全力协助。